湾走向世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台湾正在登大浪，台湾的进步快到，这一次的投票比任何一次的选举都重要。台湾感谢，因为咱苏议长甲蔡总统对咱承诺期，对咱四大人真照顾，对咱囡仔嘛是非常的照顾。要四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力，好不好？他们，台湾要往前走，要往世界走，不要轻易。